等当对蛮推荐的家乐福，因为它有厕所还有饮水机，这个来这边补充水是非常方便的。这家乐福是一个有冷气也有很多单的地方。看到只有两台 Uber 的车在那边取单，他们这是家乐福，它有很多的美食街，这些都跟我们的 Uber E 有合作，连家乐福都有，所以这边单是超级多的。Pasta。这些全都跟家乐福有合作的单，那我现在要去家乐福取单。现在休息区有很多位置可以坐。那第二个点就是全联社，全联有要找跟有我们不配合的地方，因为全联它几乎都有单，里面有冷气，也有的有椅子可以休息，可以这边吹冷气或买饮料。注意要找有跟我们合作的那个全联站。第三个就是麦当劳，麦当劳是就算没有单去那边，他因为麦当劳从早上很早就开始到晚上几乎都有单，那可以直接去楼上休息或找上厕所，所以我蛮推荐夏天这么热能在避暑的地方就是全联家乐福还有麦当劳。另外还有第四间就是 7-Eleven 小七，有的店有合作，小七的单其实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小单，如果是休息的话，请找有跟 Uber 合作的小七的店，这样保证你应该会都有单。